下面几集呢，我们就要讲一讲唐朝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武则天、武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初年呢，天下渐平，国内就几乎是无事吧。有一天呢，忽然太白星呢白天显现于天空，而且一连多日不断出现这种天文景象，古人非常迷信。唐太宗君臣呢，一边自我反省政事的缺失，一面就让主管天文的太史呢勾陈典籍进行推占。不知道是查了易经呢，还是弄了伏击那样的这个占卦，这个算卦占卜吧。太史是奏报三个字：女三昌。哎，你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呢？太玄乎了。唐太宗君臣商量半天也没整理出什么头绪。同时呢，民间当时还有谶言歌谣传入内府，当有女武王者。你看女了半天离不开个女字。李世民呢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他心中呢渐生厌恶之情，总觉得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唐太宗啊，君臣关系特别融洽。有一天晚上呢，这李世民就在内廷宴请他心腹武官多人，这都是大将，这些人非商畅饮，好不痛快。喝到一半呢，为了使气氛更加融洽欢快，唐太宗就让助将做酒令，各自报出你自己小时候小名，以此做引，然后呢以博戏乐。轮到左武卫将军李君羡，这位将军身长虎须，一脸络腮，自报小名叫什么呢？武娘子。话音刚落，殿内的武将笑成一片，东倒西歪。唐太宗呢，刚听李君羡报他的小名呢，也觉得禁不住咧着嘴在那大笑。何物女子如此勇猛？电光石火之间，唐太宗忽然面色一变，低头沉吟。当然了，试验的那些武将啊，包括李君羡自己在内，都没有注意到李世民当时面部表情变化。美酒醉人呢，皇帝又是主人翁，天大的面子，谁大伙都得尽醉方休。李君羡这个人呢，是明州武安人，有一个武了吧，封武连郡公两个武，实为左武卫将军三个武，值守玄武门就四个武了。当然最要命的，当属李君羡的小名叫武娘子。你看当时太史报那三个字女三昌，跟这个包括这个民间的谶谣女武王者，莫非就是这位身为皇家禁卫军又把守玄武门攻城最重要的咽喉要地的这个人吗？唐太宗李世民喝酒之后来到寝殿，就想啊，这李君羡这个为人到底怎么样。这个人呢武艺绝伦，他本来是王世充啊贴身侍卫，这骠骑啊官挺大的武将，因为讨厌王世充的为人，他就暗中啊交结了好几个人，从洛阳城内逃出，投靠当时还是李唐王朝秦王的李世民。由此呢，李世民就把他引为左右手，包括日后讨刘武周王世充这个李君羡每次都跟着，而且呢他经常是单人独马先锋陷阵，前后啊受到李渊和李世民赐的宫女啊马牛黄金啊什么那些东西多了去了，就不可生计。就是这样一个武功盖世一心侍唐的壮士，他的神武和尉迟敬德秦叔宝呢差不多，非常勇猛。恰恰是因为他自己小时候那小名武娘子，使得太宗皇帝对他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历史书接着记载，御史奏李君羡与妖人袁道信浅相谋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史书啊，实际上为君子会，给人一种这李君羡倒霉，有人呢就牵连告发他。其实呢，肯定是唐太宗李世民杀心顿起，他为了自己唐朝后世天下，就派人呢诬引这李君羡。杀掉了他就心目中认定这个符合谶谣中女武王的将军，而且是门诛，杀了全家。用现在的话呢来说，李君羡呢就是这个哥们儿喝最烈的酒，说最好的笑话，蒙最不可辩白的冤，这人要倒霉啊，真是祸从天降。你像李君羡将军
就是这种倒了八辈子血霉的毁气包。他一人被杀不说，株连全族，上百人头落地。起因呢，就在于你看两三句这个所谓的歌诗谶言。没过几年呢，唐太宗听说工部尚书武士岳，哎，他女儿貌美，十年十次，这武媚娘嘛，唐太宗也是一时兴起，招这小姑娘入宫，就得当做自己的这个嫔妃了吧。这女孩呢，当时圆脸大眼，媚笑动人，所以唐太宗称之为媚娘。胖丫头这个肉紧腮圆，双目炯炯的，不是唐太宗喜欢那种的温柔类型。毕竟呢，是高祖李渊他老朋友武大叔的女儿，所以说咱们也得给他一个才人的封号。所以说这个武则天啊，日后的武则天嘛，在这个唐太宗时代，他的封号才是个才人。恰恰就是这个武才人，年方十四这姑娘，才真正是应了陈瑶的那个女武王。日后呢，数百上千的李姓奉子龙孙都被当时这位肥胖闺女给弄死了。他呢而还化唐为周，就把唐朝国家都给灭了，就几乎就让唐朝三世而亡了。武则天自己当皇帝之后，就大肆宣扬他爸爸那武士岳兴唐的功业，就当时没有他好像唐朝都建立不了。实际上那武老头在隋炀帝大业末年只是滨州文水小地方那个什么官呢，阴阳府对政，也就是说当地也类似于一个派出所的所长。由于呢他家里有钱，就一方土豪。高祖李渊呢还是隋朝大臣的时候呢，就因为公事呢四处巡视，就是经常住在他们家。哎，偏偏这位土财主特义气，又好交结权贵，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唐公李渊啊是当时圣上杨广的大表哥，往他身上使钱肯定不会白瞎。眼见这个这半的老头，这个吴老头挺懂事儿，每次住他们家又是银子又是美女的来孝敬自己，李渊就挺喜欢这土财主。隋炀帝呢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嘛，这位唐公一高兴就把这位小县的对政提拔为行军司凯，就让他一下子劳到太原府之内专管军事后勤这样一肥缺。你想就由一副古籍干部，这当时就是比你啊，就是一下升为正处了。天下大乱，这武士岳当时就暗劝李渊举兵，而且又把兵书给他，又把那些府瑞写唐公要当皇帝什么这些都送过去。这个举动并没有显示出啊这个一个低级土豪他多能慧眼识英雄，不过呢是乱世纷纷，人心思乱，你说推个头都出来，事成封侯，事败呢把这个人斩了说不定也能封侯。所以说土财主的小确幸实际上就是想封侯。李渊当时很高兴，但表面上也没有太多表示，怕漏了，淡淡言道：“幸勿多言，兵书府瑞皆是朝廷禁物，你能拿来与我，我就知道你心意了。日后富贵当与君分享。”李渊起事之前呢，派他手下刘弘基、长孙顺德分别就以隋朝官府的名义四处征兵。武士岳呢，当时不仅和李渊关系不错，和那副留守，就是说隋炀帝派过来监视李渊那两个副官王维和高君雅关系也不错。你想这种有钱的土豪他跟谁关系都好，钱能通神啊，谁和银子都没仇啊，所以老五也深知世路难行，以钱做马，自然和这几个上司都打得火热。有一次呢，三个人饮酒，高君雅和王维啊两个人就对这个武士岳就说了，刘弘基等人假借招命四处征兵，我们得把他抓起来仔细审查。武士岳呢做惯老好人，一听这儿的时候就从中斡旋，那几个人你看都是唐公李渊的心腹门下，如果真把他们抓起来会惹出大乱。王维高君雅一听呢也觉得有理，还当时就一耳不发。不久呢这几个人又在一起吃吃喝喝，留守司兵田德平当时在座。留守司兵呢就类似于军区司令手下那个主力军长，也是李渊手下，也提起李渊手下刘弘基那些人四处募兵这个事儿挺怪，就劝啊这个高君雅和王维两个人就把这个刘弘基抓起来审问他们，到底谁指派他的，是为什么他敢私下就征兵呢。宴后啊这武士岳又私下对这个田德平说，讨捕之权应该都由唐公李渊说了算，王维高君雅两个人他们是副手啊，
你们怎么能就跟他们联合在一块越权把唐公手下人抓起来呢？这田德平一想呢，也觉得老哥们老五好心，所以他就没再多事，就没再行动。你看，虽然多方回护李渊，但李氏父子、裴寂、刘文静等人啊，密谋定什么大事，要起兵要干嘛的，根本就没告诉过人微言轻这个老五，这五十月。李渊起事成功之后啊，觉得这个老五人还不错，就任他为大将军府凯曹，依旧主管军事后勤。你想，由于后来就是跟随李渊啊，这个进讨长安有功吧，李渊称帝之后就封这位老友为太原郡公，公爵不小了，拜光禄大夫。你想，副股长级的土豪忽然就变成部长级官员了。从此呢，这个老五喜出望外，就开始口无遮拦，逢人就说：“我从前就一直做梦，梦见皇帝入长安，他自己当天子。”李渊听见老五大嘴巴，忙命人把他换到内宫，灌他几杯老酒之后，还笑着赎了他。你说你这老东西，当初你也是王威的好哥们儿，我今天赏给你官做，就是因为你当时劝阻王威等人没有深查刘弘基啊、私下募兵这事儿。如今我大事已成，你天天四处瞎摆啊，说你自己早有识人之见，还梦见我做皇帝什么的，就是想这个胡咧咧，想给自己当更大的官吧。老五当时脸一红，赶紧跪去磕头如捣蒜，忙成死罪。李渊对老五这种低出身没什么政治头脑的老友啊，他并没有什么忌刻之心，不是像对刘文静一样帮自己这么大忙，他最后还把他杀了。对老五这种人，一看这老哥们磕头如捣蒜，这自己心中反倒不然了，马上又晋封他为英国公，授予大邹刺史，养起来。老五呢，活得还真不错，贞观九年就到唐太宗时代，他才病死在任上，而且死后呢，还获赠为礼部尚书，谥曰定。不仅武士岳这一个人得以优待，他俩哥哥在唐朝混得也特好。他大哥叫武士棱，也是跟随李渊吧，在太原起义，最后呢官至司农少卿，封为县公，常在皇宫内殿搞后勤，亲自管理这个皇宫的那种那个花园吧。再怎么样，他也是皇帝家的花农，挺牛。这个人呢，也在贞观年间病死了，就等于善终吧，得赠潭州都督。老五的二哥那武士义，在唐朝还挺有战功。有一阵子呢，他还被那刘武周啊给抓起来了啊，在敌营好几年，当做囚犯，依旧暗中派人向唐朝啊报送敌情。那么刘武周失败之后被灭了之后呢，武士义又归唐了。李渊还挺喜欢他，经常给他官职，给他升官。贞观初年呢，武士义呢还当过邵州刺史，就在任内病死了。可见武则天的父亲这一辈看准时期，等于从太原开始就跟着李渊搞事儿。李唐一家对他也是投桃报李，对这一大家子人绝对说是仁至义尽。唐太宗在世的时候呢，武才人虽然被临幸，却没有受到唐太宗啊这个宠幸。倒是当时的太子李治，偶然见到武才人的丰腴的胖倩仰，深记于心，所以说呢，各花入各眼。此言不虚。唐太宗驾崩之后呢，就在这个李治的授意之下吧，武才人削发为尼，到感应寺啊当了一些天的尼姑吧。接着呢，唐高宗就把他招入宫中，唐太宗的武才人马上就变成了唐高宗的武昭仪，昭仪这位号就挺高的了，晋号陈妃。此后故事呢，大伙儿耳熟能详。最让我们感到心惊肉跳的就是这武士。这武昭仪为了搞掉对手王皇后，竟然忍心亲手掐死自己亲生的粉雕玉琢的小女儿，然后向高宗哭诉自己女儿的死是那王皇后掐死的，其心机之残忍啊，让人不寒而栗。当然了，废掉皇后在唐高宗时代那是天大的事情，你看似皇帝家事，实际上涉及当时关陇大族和庶族地主之间那种勾心斗角和暗中的这个较力。唐太宗时期呢，他对山东士族啊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打击，但是呢，对于武川军阀为主的自己人那关陇大族呢，极力加以维护和提携。唐高宗李治的正皇后这个王皇后呢，她是名门大族之女，
又是唐高祖李渊同母妹妹同安长公主的侄孙女，也是呢唐太宗生前为他儿子预选的这个佳期。那么长孙无忌呢，作为帝舅，他也与韩元啊、于志宁啊以及褚遂良、来济这些关陇氏族派系的大臣呢，就明确反对唐高宗啊废掉王皇后。那么出身于庶族地主的许敬宗、李义符等人呢，他就属于长期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那种韩族韩人，名义上他们是拥立武则天为皇后，其实武氏本人他也属于关陇家族，其实他们是想借此来提高他们自身的势力，在政治上来个大翻盘，扳倒从前的老对手。如果他俩人押宝成功，那就不仅仅是扬眉吐气的事情，而且是扳倒敌对势力的这个轻利一击。恰巧呢，唐高宗李治又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怕老婆皇帝，他对武氏宠幸正浓，怎么看怎么看这个正妻王皇后不顺眼。当然了，唐高宗这个人呢一向很懦弱，他的亲舅呢和那帮大臣呢又坚决反对他立这个武氏当皇后，他当时还真不敢马上呢就下这个龙威。但当时李济一句话，李济就是从前的徐世济，后来的李世济，因为避李世民的讳改为李济，就这大臣一句话呢，一下让唐高宗的茅塞顿开。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您自己家里的事儿，您问别人干嘛？您自己决定就行。你看，对于宫廷政治非常熟悉的这个李济是老好人一个，他自然的不愿意得罪皇帝。有这样一个重臣表态，唐高宗、武氏大喜过望。终于呢下定决心。决定之后呢，唐高宗这个武昭仪两个人下一步要干什么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